我教你一切，最重要的是心法，还有口诀，还有人剑合一。霍建华帅气的古装扮相和女主角上演一段烈性恋曲，创下大陆同时段收视冠军。但号称科幻武侠的年度大戏，特效做得很邋遢。今天是你的生辰，吃个包子才算圆满。 霍建华手中的包子一眼就被识破，这根本就是特效 P上去的。网友毒舌，这些动画恐怕只花了5毛钱制作，甚至就连穿帮镜头也多到数不清。事实，看这时被击打的小姑的屁股部位凸显的棱角，看到没？这明明是垫了一块方形的挡板嘛。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第三集，在小谷攀爬铁索的画面里。 那身后衣服里驮起的地方可又藏了吊绳吧？另外，就连场景也明显的不联系。两人席地而坐时，注意看，这时他们的身后是一大片杂草丛。可等换个镜头回来，两位仍像之前那样坐着，可身后的杂草丛却不见了踪影。 即便调侃声音不断，但古装戏仅仅播出8集，点阅率就突破15亿，可说是越炒越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